男主人联系过了，他就拿着花篮在小区门口等你。哎，对了，他穿着黑色的衣服啊，你到时候拿过花篮就走，赶紧给我送过来。谢谢惠顾，下次来了以后给您优惠，拜拜。喂。还我！人呢？先生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要不然我赔你一个一模一样的，两个也行。你不说话是不是还在怪我呀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你离我远点。那先生，您的花儿……我不收垃圾。垃圾？你不要，我要。让白冰来接我。你说我是不是真的很对不起那个人呀？请你自觉说，是。任何一件看似偶然发生的事件都是有定数的，可能冥冥之中你就是他早就注定的遭遇。让你算算啊，看看是劫还是缘。那你这次又打算问我要多少钱呢？不说钱，说缘。什么缘？500元，呸！此次盘龙古城所有的雕刻项目将由顾氏负责。同时，我宣布，将我亲自雕刻的玉雕《雅聚》赠予盘龙古城。合作愉快，霍总。合作愉快。我来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女儿风雨。不好意思，风总，我找顾总有点公事，可否失陪一下？失陪。谢谢林总。我来是想问一下顾总。林大小姐，
您的杂志社经营的真的很不错，不到一年的时间，商业精英几乎被您采访了一个遍。确实，所以今天我想亲自来约一下顾总的专访，不知道顾总能否赏光。感谢林总的好意，不过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接受采访，失陪了。哎呦，琳达小姐，抱歉抱歉，我会好好劝劝她啊。嗯，巨款到账。今天这钱赚的，除了有点小波折以外，其他都算顺利。这个时候要再来个小哥哥，来个浪漫的邂逅，才色生情。是你。你是不是为了刚刚在路上发生的事情来报复我呀？刚刚的事儿，这就是那位施主，就他呀。白冰，开车去医院。好。顾总，您有没有事啊？没事。伤口内的细菌会以每秒20倍的速度进行分裂，现在是超过1分钟了。我要叫人过来帮他。我马上。有必要这么夸张吗？小听他。都21世纪了，还有活的豌豆公主呢？大不了我赔点医药费嘛。哎，你知道他要是想追究的话，这只手你得赔多少钱吗？啊？能赔多少？哎，不是，多大点事儿，这就站不住了。按我现在的工资水平，我得从战国时期开始打工才能还得起他。啊？说好的钱好赚、浪漫邂逅呢？告诉他们，成不成功都给钱，而且加倍。那我可怎么办？什么时候能抱重孙呢？啊？难道真是都要整容成像仙女腾天图里边的仙女一样吗？不要你赔钱，但是我奉劝你一句，钱不好赚，这种投机取巧的事情更不好做。还有，赶紧把容整回去吧。哎，老大，他不是。啥？整容？整容？这个人该不会是想方设法欲盖弥彰的夸我好看吧？有文化就是不一样啊。可不，也没让你赔钱，也没让你回战国去战斗。我出水啊，顾总，去雕刻室。你是说，那个和你梦中还有顾家祖传雕像上一模一样的女人出现了？是，
而且很奇怪，每次看到他有危险，我的身体就好像不受控制了一样。等我回过神来，就已经挡在他面前了。而且似乎只要遇见他，我的心口就会有异样的感觉。你是说那是一种不受你控制的宿命感？不可能是宿命感。为什么不可能？因为他肯定是爷爷刻意安排的。